你会在什么时候喜欢上一个人？ 那时候我七岁，是镇上有名的三好学生。哪三好呢？第一好，体力好，常常和小伙伴们愉快地奔跑。第二好，人缘好，时常与本镇中老年人打成一片，爷爷奶奶都夸。天到处，小心你妈又要打你了。第三好，心地好。 作为我们镇杂货部唯一指定继承人，我劫富济贫，我行侠仗义，我乐善好施。这个送你，很好用。这就是我，周玲玲，一个名副其实的三好学生。 读书去！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好的？已经安心接受命运，准备继承家族企业的，又怎么会把我妈牌桌上的话当真呢？ 人家对面的方宇可，每次考试都第一名。方宇可，镇上的闲散三无人员，哪三无呢？第一无，无人缘，乱出风头；第二无，无追求，只会读书；第三无，情商，成天算计不完。 过来，以后你就学方宇可，人家读不到几点，你就读到几点。喂，拜托你关灯行吗？你是猫头鹰啊！ 睡觉呢？你叫什么叫？四眼钢牙四连怪，方玉可，回火星吧。 地球不欢迎你。有天早上，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要吃苹果吗？
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走向黑暗了吗？叶如婷，我要跟你在一起。方雨可，你周五晚上愿意跟我一起看电影吗？校花叶如婷，才貌双全，号称我校的学霸收割机。有句话说得好，要让学霸灭亡，必先让其早恋。我就不信方雨可不中招。学校里有传闻说，学霸和校花谈恋爱了。看来我的计谋快要成功了。就是一种，我周玲玲又活过来了。但是那天晚上，他好像没有在读书。难不成他和叶如婷发生什么事了？过了没多久，叶如婷就转学了。而我又要跟着他开始念书，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晚。就是因为我必须跟着方玉可的脚步用功念书，让我这个学习很差的杂货店小女孩竟然能够考上全国最高学府。而那年的方玉可却发挥失常，虽然考上了东大，但却和我一样进了最低分的畜牧系。方雨可，我们住那么近，你好像不太常出来玩哦。没时间啊，在读书。以你的实力，只考到畜牧系，真是太可惜了。不会啊，等进了东大，就可以同时学习两门专业。哇，果然有学霸的气场哎。不过，同时学两个专业。也太吃力了吧。还好啊。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转系啊？你要转系吗？我那考上就阿弥陀佛了。虽然我不知道老天为什么让我考上畜牧系，肯定有他的原因。我要到那里啊，找到人生的意义。
新来的师弟和师妹吧。你好，我是生命科学系的谢端熙，叫我小西就好了。小西师兄你好，我是畜牧系的周琳琳，很开心认识你。琳琳师妹长得好可爱啊。啊，谢谢。这位师弟是？我是方玉可。啊，我跟他是同乡的，一起考上畜牧系。哦，青梅竹马，那太好了。好什么？如果有人喜欢玲玲师妹，那赢了多年的青梅竹马，就更有成就感了。师兄，你误会了，我们只是同乡的，不算青梅竹马。那么，改天再约师妹出来玩。那改天见。师兄再见。大家好，我是焦玲玲。这个是我们家杂货铺最畅销的辣条，这个也很畅销，请吃。刚来的，大白。我叫许杰儿。是调剂到畜牧系的，杰儿，哎，这个吃。我不吃这种东西，你给大白吧。啊、我有礼物送给你们，大白，把那些精华素给他们吧。好。好等我啊！你干嘛？书都拿不住了。考大学之前，天天帮我补习吧。就知道你也会考上东大。嗯，考上什么系啊？哦，我们是畜牧系的。于可他是叶如婷，你一定不记得我了。我是周玲玲啊，咱们三个是同高中的，不过你高三就转学了。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里遇到你。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遇见于可和哦周玲玲。我说也太巧了吧。我跟他是一个宿舍的，你俩又是一个高中的。方玉可曾经不是。行。我们如婷啊，长得漂亮，人缘又特好，每天都有男同学写情书。我今天上课了，走吧。我先走了，很高兴认识你们，拜拜，待会儿见。气息了，来来来，我们看看左手边。有没有看到？是臭吗？我每天呢都会来这边陪他们聊聊天，让我展开精彩的黑夜。还不错吧？好臭，这个味道。喂，你站在外面干嘛？好，各位同学，现在我们隆重请出我们畜牧系的系主任张老师为大家致辞。欢迎欢迎，各位同学，新的一届人丁兴旺，好兆头啊！我要请问各位，为什么要
读畜牧系。你说，读哪个系 ？Whatever, I don't care。爸妈都已经帮我把未来的路都铺好了，不过就是希望我的文凭漂亮。我是调剂过来的，很快就会转系了。我会转到东大最有名的系——生命科学系。我很快就会在未来出道，当艺人了。不过在当艺人之前，我应该会先转系。畜牧系好像不太符合偶像设定。看来我们这一届很多人要转系。我们每天和牲畜打交道，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农民，大家如何能喝到放心的奶，吃到健康的肉呢？我希望各位小同学终有一天能找到在这里学习的意义。上次你撞的我，这次很好撞到你，对不起，对不起。这就是缘分。你待会儿要去烤全羊啊？不是啊，我一会儿要表演个民族舞。哦，对了，最可爱的师妹，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一会儿在台下记得帮小学师兄加油哦。嗯，尤其是你，能够看到玲玲师妹的笑容，小七师兄一定会觉得很幸福的。嗯，坐那。哦，坐好。哎，你今天会去表演吗？不告诉你。哎，方玉可，这边有人坐吗？有人了。没关系，我们坐后面吧。学院暨农学院的迎新晚会即将开始了。一定是生命科学系的如婷吧，我是畜牧系的魏峰。你有男朋友吗？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挡到后面的人了，不好意思。长江啊长江，你有你厚实的臂弯。来，谢谢。问问长江东逝水。你干嘛搂我肩膀？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啊。不如我再唱首歌给你听。哎，方一可，你为什么说我是你女朋友啊？我跟你说啊，只要在东大校园，你就是我女朋友。哦，就这样，走了。不是，到底为什么？佳，干嘛？我问你啊，你和如婷是高中同学，那你知不知道？他在进你们学校之前和方玉可发生过什么事啊？高中的时候方玉可暗恋如婷，
先约他看电影，后来又一直约他出去，我也不知道两个人到底好过没。反正方玉可像个书呆子一样，吴婷才被看上他，肯定是被甩了呀。方玉可被甩了。对不起，你是个好人，但我们真的不适合。哎，等一下，在我送完情书和电影票之后，方玉可真的爱上如婷了。但是如婷一转学，我踹了他。没想到命运却安排他们在东大相遇。顾玉说我是他女朋友，是因为他要弃如婷。好了，不过说到底，这一切都是我害的，到底该怎么办呢？小师妹。青梅竹马终于修成正果了。你说方玉可啊，哎，这真的不是我的青梅竹马，他只是啊从小住在我对面的邻居，隔壁班擦肩而过的同学而已。哦，那就是小男生暗恋隔壁班女孩的故事了。啊，不，那更不是啊，他绝对不可能喜欢我的，他喜欢的是……不行，方玉可已经被我害得够惨，我一定要替他保密。反正我对天发誓，我们是清白的。哎，他昨天就是开了个无聊的玩笑，他最爱开玩笑的嘛。我知道了，像玲玲这么可爱的女生，如果轻易被别的男生追到的话，我会不高兴哦。拜拜。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帮方雨可呢？如婷，对，如婷，我是想跟你说，你怎么看起来紧张兮兮的？不是，如婷，我是想跟你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你很熟悉。你以前是全校的校花，功课又好，长得又漂亮，所有男生都想追你，所以方雨可他……所以你是介意方雨可曾经追过我？你放心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是啊，我没有介意这个。真的不用担心，你跟方雨可很配啊。我们很配？哪里配？哪里都配。我去上课了。哎，等一下，我是想来跟你说，方玉可真的很喜欢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他了。下礼拜我生日，欢迎你和玉可一起来参加，拜拜。我真不知道这个周琳琳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她刚刚那样讲是在示威吗？啊，还是说周琳琳是方雨可拿来气你的工具？我就说嘛，追过如婷的男生怎么可能眼光会差到看上周琳琳？我就觉得方雨可的反应很奇怪，他一定是生气了，毕竟当年我连说都没说一声就转学了。消化吸收与代谢啊，复位消化是反刍动物。不行，我一定要帮方玉可重燃信心，追回如婷。你干嘛呀？你怎么一整堂课都在盯着我？啊？你很迷恋我侧脸啊？嗯，切，自恋，白痴。啊？哎，我问你，女朋友的话你会听吗？看情况。下礼拜是如婷的生日 party， 你愿意陪我去吗？
好啊，如果你想去。可是怎么了？感觉你这样穿太老土了，要像偶像剧男主角那样陪琳琳去，琳琳才会有面子。对，应该就是这样。好。虽然我说让你买衣服，但你不用买这么多。你管我啊。哇，哎，方宇哥，你看有吃的。我没有钱啊。说什么？你这个多管闲事的丑八怪，我骂你又怎么了？我操你！你干什么呀？做错了事还这么嚣张？行了行了，这也是派出所，都给我坐下。伤者同意调解，这是调解协议书。好，我手续办完了，那个医疗费我会负责。我儿子可以带回家了吗？行，带走吧，下次没账了。在医院，你不觉得你儿子欠人家一个道歉吗？我就不去，关你屁事！哎，你们真的没有一点礼貌哎！你这做父亲的不让管管你儿子吗？我爸怎么了？你凭什么说我爸？赔了。碰到我，算他倒霉。喂，我要回去了。这么晚了，学校早关门了，你要睡街上。哎，你会修电脑吗？刚刚在帮人摔坏了。这是我哥家。进来啊。我们今天就睡这儿。你放心，我睡沙发。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你不怕我？拜托，你这种三好学生能对我怎么样啊？对了，你怎么老是在身上挂支笔啊？有没有人说过你这样很像老干部啊？有吧？果然被我猜中了。口袋放笔是有原因的。嗯。能有什么天大的原因啊？这什么年头了，谁还往衣服里面挂笔啊？洗睡吧。如婷，你没有上这堂课？对啊，这堂课也是生命科学系的必修，很高兴可以和你们一起上课。这儿有人吗？哎，如婷，你坐这里。你不跟方宇可一起坐吗？哎呀，不用了，从小看到大，早就看腻了。Thank you.
课是生命科学系还有畜牧系的共同科目。在这儿我先告知大家，我的考试不划重点，没有范围，全凭自觉，所以希望大家彼此尊重，严谨对待。现场畜牧系的同学请举手。畜牧系的同学啊，多半是拿这个科系来当跳板，坦白讲我一点也不介意，毕竟这是你们自己的人生。但是我希望啊，要转系之前啊，你们可以在我这门必修科目留下难忘的回忆。这位女同学，你叫周玲玲，对吧？是，教授。听说你是以最低分考上东大畜牧系，你会转系吗？我不会转系，我会好好学习的。很好，希望大家可以习惯早起。每人一只兔子，每天早上五点过后，每三个小时要量一次肛温，每五个小时要喂食一次，还有每天记录的所有的生活状态。天哪，怎么比我家里农场还要麻烦？哎，为什么生科系的写报告，我们要养兔子，不公平。哎，我还要准备交换生考试，谁有空 take care 这些兔子？对呀，我每天还要练舞。哎，天哪，好可爱啊，好软，好可爱。文杰，兔子的生命周期有多长？哦，这要看主人怎么照顾咯，如果照顾好的话可以活8到12年。真的？嗯，你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你不离不弃，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请让我好好研究，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小玲玲。周玲玲同学，拜托你也对我的兔子不离不弃。我也是。拜托你喽。Please。拜托了。我爱你哦。拜托。拜托了。求你了。拜托。啊，好了。耶。太棒了。我下次请你吃饭，下次教你跳舞。放下，放开。你还好吧？我怎么在医务室？你刚刚昏倒了，你怕毛啊？我都知道了。刚刚校医说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要打电话问问看你的家人有没有什么病史。所以啊，我就打电话给我妈，我妈就说，小鱼可小的时候养的第一只宠物，它叫乖乖，跟乖乖的感情可好了。但有一天呢，鱼可回家找不到乖乖了。
从此小鱼可心里就有了阴影，开始怕毛了。我们的人生中总有些告别会让人措手不及，虽然乖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你的心中，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馈赠吗？谢谢你。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乖乖是男的是女的？杰儿，如婷的生日 party 会是什么样子啊？就像好莱坞演的那种，女主人公会穿得像小公主一样。她平时就穿得像小公主了，哪像我们啊？重点是，如婷会找一个男生跳开场舞的。什么样的男生啊？找一个最帅的，穿得最好的，要不就最会跳舞的，谁知道呢？怕毛？哎呀，没事的。我问你啊，你会跳舞吗？不会啊。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如婷的生日 party 是个舞会，是舞会就要会跳舞。我不能坐在那里吃东西吗？当然不行，这样很丢脸的。万一有女生找你跳舞怎么办？谁呀？当然是，可能是，万一是，是谁呀？反正你很会跳舞就对了。你要求的？是。好。你敢说好吗？不是你要求的吗？对，我要求的可以吗？啊。太好了。那我们去跳舞吧。等一下呢，我做什么你就跟着我一起做，知道吗？笑什么笑，你认真点好不好？你的脸那么凶干什么？是有人欠你钱，还是你想杀人啊？那我要怎样？你应该要笑，然后脸部放松一点，柔和一点。然后这个跳舞的时候，记得这边要挺胸，然后这边也要突出去，记住身体下面也要动动。总之，你就想象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女生，你很喜欢她，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她。你一直想要跟她跳舞，所以你的眼神想要告诉她。Thank you.
都好时髦哦。我马上到。好，拜拜。刘婷，琳琳，生日快乐！啊，对了，这个是我们家最畅销的辣条，一直没机会拿给你，谢谢。来来来，我是想跟你说，今天你一定要给方玉可一个机会，可以让他跟你跳开场舞吗？你就看在他从高中追着你一往情深的份上吗？你怎么那么确定他对我一往情深啊？废话，难不成他做那么多事情都是为了我？需要酒吗？好，请慢用。小溪师兄，干杯。小溪师兄啊，你待会儿要去骑摩托车吗？我待会儿要跟你跳舞啊。你看那男生好帅啊。生日快乐，于可，你今天好不一样，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我很开心。你的礼物，谢谢。琳琳，你看，你看，那边有个男生，跟小溪师兄一样帅。今天是生命科学系的女神，也是我们东大的校花叶如婷的生日。你不是说要找一个男生跳开场舞吗？于可，谢谢你为我改变那么多，我愿意和你跳第一支开场舞。看来我的任务完成了。不瞒你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舞会，也是我人生第一支舞，我想和我女朋友一起跳，生日快乐！林林师妹，喝完我送你吧。好啊，喝完就跟你说。他是我的，别想用这个青梅竹马。方雨可，你在干嘛？小溪师兄，我们。平时还丑啊？是吗？还是你的如情比较美。你怎么没有跟他跳舞啊？你忘了，你才是我女朋友啊。我们根本就没有交往。我们是青梅竹马。这算哪门子青梅竹马？我们以前没有讲过话，也不了解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没有触电，更没有火花。
在哪里啊？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你昨晚干了什么事儿？你都忘了？喜欢什么？你才是我女朋友。我的初吻，我的初吻没了。这是我哥的。桌上有超大分量吃到饱早餐，放心，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衣服也洗好了。我的衣服，王一哥帮我换衣服。不是，是我帮你换的。这是我的早餐吗？如婷，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想和你说对不起，因为我和于可的关系牵连到无辜的你。跟我道歉？是不是昨天于可跟你说了什么？他还想气我，他当初真的很喜欢我，但我的不告而别让他很难过，他对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气我。昨天那个没有意义的吻你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嗯，先走了。啊，没有意义的吻。我看整个牛棚只剩下我们两个，畜牧系如果不转系的人，大概只剩下我跟你了吧？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了，如果我们家农场缺女主人的话，你愿不愿意？你闭嘴！我气干嘛这么大？哦，是不是昨天你？你给我闭嘴！没有了，我只是想问你说方一可昨天那么帅，你们有没有？再不给我闭嘴，我就……你梳过头发吗？我没有了，开玩笑的。我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你昨天晚上凭什么？你昨天晚上凭什么吻我？还趁我喝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那是你初吻啊？关你什么事？你还笑？哎，你这个人很奇怪，你被如婷甩了，利用我来气他也就算了，挡箭牌我当了，出气筒我也做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明明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你凭什么吻我？你那天电脑不是摔坏了吗？我给你买了新的。哎，喂，我话还没说完，方玉可。方一鹤，几双天掉了？喂，方口，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你说。这个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有蛋？方一鹤，帮我打饭。我要土豆红烧肉，不要土豆。土豆红烧肉，不要土豆。青椒肉丝，不要青椒。青椒肉丝，不要青椒。方一恒，帮我买名牌包。啊？喂，方一恒，帮我买卫生巾。你让我帮你买卫生巾？因为我是你女朋友啊。让
多少钱？买卫生巾啊。男生就是要像卫生巾一样，瞬间吸走女生的烦恼。你热吧，我帮你扇扇呗。人不那么幼稚吗？腿部线条匀称又健美，跟杂志模特比起来一点也不输。真的？不正吧？可算找到你了。你找我有事啊？想和你聊聊我们之间的事。好啊。我知道当时我的不告而别让你很生气，可是忽然转学也不是我愿意的。人总得往前看嘛。我希望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都可以让它过去好吗？我真的好希望未来我和你和琳琳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嗯。一可琳琳，我帮你们准备了爱心午餐，请你们吃。这么好啊。哎，这个是玉可的，这个才是你的。哦，谢谢。啊，我们女生啊要注意身材，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爸爸妈妈今天又很忙，所以啊，就派琳琳姐姐来为大家吃东西。来，今天啊，有新鲜的苹果，就从你宝强在吃的开始。来哦，给你一个，小琳琳，小琳琳，小琳琳，你醒醒！Thank you.
先去拿葡萄糖。是。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小兔子，你站那干嘛？哪有人这样唱的？那个是大灰狼骗小白兔开门的，你这样会吓到他的。我们不要听，不要听。我说你是不是笨啊？行行兔只能吃饲料，不能吃苹果，差点撑死他。是啊。小丽丽，我们啊一起跟这位大爷磕头，谢谢。是他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的，从今天开始啊，他就是你的再生爸爸。嗯，快点叫爸爸，叫爸爸。嗯，下次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是，今天啊是妈妈不好，嗯，好在有爸爸。说，你最近怎么总跟周玲玲他俩总那么近啊？你还真想跟方一可在一起啊？重要吗？我只是觉得这过程很好玩。好玩？哪里好玩啊？这么多男生追你，你就偏偏在意一个方一可。我没有在意他。一开始他就一直拿周玲玲来气我，耍小孩子脾气。不过现在周玲玲好像认真了。感觉更有趣了。所以你根本不喜欢方玉可，你只是不想输，是吗？我从来都不会输。这样怎么可以糟蹋别人对你的喜欢？方玉可，你这个白痴，你不要喜欢如听，你千万不要，我叫你不要喜欢如听，我不许你跟他在一起。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相信大家对实验样本、日常中各项资料已经有所掌握了。今天我们要实验的是给兔子注射一种新型实验试剂。这件实验完成之后啊，我希望由你们亲手执行安乐死。安乐死的试剂已经发到你们手上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王教授，为什么一定要处死？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吧？别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养这些兔子，让这些兔子活下来。原则上，已经注射过试剂的实验样本，完全丧失了二次实验的价值。那没有实验价值的动物，那就根本没有继续饲养的必要。还是
我们可以找人领养。什么话？你找谁来领养这些被污染过的实验样本呢？那我们可以不要用这些试剂做实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完成。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身为一个畜牧系的学生，如果连处死一个实验兔子都没有办法做得到，你等着毕不了业吧。别说了，别说了。教授，对不起，我错了。如果是因为这些冲撞您的事，我郑重地向您道歉。我知道，您完全可以让我挂科，但最后毕不了业也是我活该。但是我希望您能重新考虑，放过这些无辜的兔子。只有你这种差生才会认为我在故意给你找麻烦。今天我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啊，各位同学，这份报告啊，本来就是一个畜牧系同学，一个生命科学系的同学，两个人一组，提出论点，完成论文。你现在如果想要这些兔子活下来，那你要想办法说服另外一位同学选择不注射试剂，用别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实验。如果生命科学系的同学有人要支持你，我也不反对。现场生命科学系的同学有哪一位愿意和这一位想要大胆挑战科学的周玲玲和他同一组，请举手。教授，我愿意。你确定吗，叶如婷同学？嗯。那好吧，我们下课。如婷，谢谢你。大家都是同学嘛，况且玉可跟玲玲关系这么好，我支持玲玲。你别再加信息了。如婷在帮你。没关系。对不起。玉可，玲玲现在心情肯定不好，我来劝劝她。赵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就是两个学分，大不了明年重修。不过前提是你再也不要缠着方宇可，我们做个交换。你真的喜欢方宇可吗？我喜不喜欢他不关你的事。你以为我会输给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女生吗？周琳琳，现在归你选。那你认同我课堂上的想法吗？重要吗？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根本不在乎你的想法，我做这些全都是为了方宇可。那我不屑跟你这种人一组，不管会不会挂科。小琳琳，我们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待在这里啊？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请你让我好好研究，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今天啊，是妈妈不好，好在有爸爸。
早上都那么认真地帮我们照顾兔子，我们真的要处死这些兔子吗？不好了不好了，琳琳闯大祸了。只有周琳琳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她还挺酷的。这才是你，周琳琳。捡什么鞋呀、啊？我卖给你说行的就好了。谁让你卖给我？你是我的谁？你凭什么管我？一会儿说我是你女朋友，一会儿又拿我当做挡箭牌。明明喜欢的是叶如婷，你干嘛还来干涉我？我讨厌你！你讨厌我？对，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自以为是，我讨厌你乱放感情，讨厌你跟其他人一样把兔子当实验品。明明知道一切都不会有好结果，你为什么一开始要对他那么好，就像对我一样？我来这就是为了告诉你，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在你身边，你明白吗？我不需要你同情，我就是一个差生，就算毕不了业也无所谓。我请你这种好学生不要再缠着我好不好？去关心你真的想要关心的人，离我越远越好。我关心的是你。你不用关心我，我不用你管。你是白痴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喜欢的是你吗？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我转学前一天你想当面和我说的话到底是什么？那天我约你出去是想告诉你，我不能帮你补习了，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一直以来我喜欢的人都是周琳琳，他现在很需要我。
你喜欢我？是，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你了。这个送你，很好用。那一年我七岁，性格胆小懦弱，时常被欺负，你就像个侠女一样出现，拯救了我。好，这个给你吃。我想每天都能见到你，于是我决定铅笔。谢谢。小玉可又来买铅笔了。哎，你又跑哪儿去？琳琳啊，拿支笔给于可。这个送你，很好用。然而长大后，我们变得没有交集，你好像越来讨厌我。喂，拜托你乖乖行吗？你是猫头鹰啊，都不要睡觉的。那是长大之后，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从那以后，我故意很晚都不睡，就为了多看看你。死眼钢牙死脸怪，回火星吧，地球不欢迎你。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回火星，但我知道你每天几点出门，走哪条路上学。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突然拿苹果给我吃，但是那一整天我都好开心。那一晚看着你那么开心，我真的很想保护你，让你在往后的人生里都可以一直这样。那时候我很天真的想，也许我们可以考同一所大学，甚至同一个系。我相信只要有我的监督，你的成绩一定会进步得很快，你一定可以到达那个我为你设计好的未来。因为我，你每天念书都念得很晚，我知道你会因此讨厌我，但我不后悔。高考前一晚，我知道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高考那天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唐维克，你真的不服输，坚持要去畜牧区，你知道大家对你的期望，知道父母对你的期望吗？啊，你坚持要去。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那你为什么会直接转系？你要转系吗？因为你的一句话，我会突然忐忑不安。哎，方云可，这边有人坐吗？
有人了，我身边的那个位置永远都会留给你。谁啊？琳琳啊。可你总是傻傻的望着别人，我只会傻傻的为你吃醋。找到后面的人了，但只要有人敢伤害你，我一定会站出来保护你。做错了事还能伤害？在你面前，我会不自觉的流露出最脆弱的一面。我愿意和你靠着一直开场。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也喜欢他，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他了。我越喜欢你，就越害怕失去你。你只想要跟他跳舞，所以你的眼神想告诉他。所以我不敢告诉你，周琳琳，我真的好想和你跳舞。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舞会，也是我人生第一支舞，我想和我女朋友一起跳。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愿意一直这样默默守护在你身边，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即使那意味着必须向那个过去的我告别。今天啊，是妈妈不好，好在有爸爸。我知道，那只是你为了感谢我而说的玩笑话，但我宁愿相信那一刻我们相爱过。我经常问自己，我到底喜欢你什么？直到那一天，我终于明白，我喜欢你的善良，你的勇敢，你和别人不一样的真实。我喜欢的那个你，从未变过。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你曾经问过我，我的青春除了读书还有什么？现在我告诉你，我的青春都是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真实。
如他这种差生在学校会带坏整个学校风气的。主任，请问您对差生的定义是什么？这位差生认真地帮我们养兔子，认真地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宁愿被废学也要去救兔子。在我们沉默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说不。如果他是差生的话，那我们呢？我们只是把大学当做职业介绍所而已。我们才是真正的差生，要开除把我们都开了吧。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上课去，一个都不能少。这都要上课了。为什么我的兔子每天都拉肚子？你的慧乔水喝太多了。不是慧乔，琳琳给你们的兔子都起了名字。哎，那我的呢？你的重心哥，你给我讲讲为什么？只要一看到我们兔子，一直往上跳，一直往上跳。流氓兔。是
开始不那么沉重，轻轻手抓着夏天的